看看新闻网。而好事真的将近的，就是郑伊健和蒙嘉慧这对爱情长跑多年的情侣，被传将于12月21日完婚。对此，旧爱梁咏琪也表达了衷心的祝福。哎，如果是真的，就真的是衷心的祝福，然后再恭喜他。至于他本人，刚刚结束了和西班牙老公的新婚周年假期，所以这对小夫妻的生子计划也已经被安排了。因为最近我的先生的妹妹刚刚生了一个小孩子，然后现在是大概6个月左右，然后我们刚刚回去看他的时候就非常的可爱，那看到他们就自己都很想生啊，就是觉得哇太可爱，如果生一个宝宝又漂亮然后又乖的话，那就太开心。